十岁的他精力过人，气色超好。比起我们一帮年轻人还好。八十岁的他一个习惯坚持了40年。他一早上起来就叫我烧开水，干什么呢？泡药茶。中华医药马上播出李济仁，我有药茶气血和。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这期的中华医药。有这么一位老人，他的脸色红润让很多的年轻人啊都羡慕不已。他晚上12点钟睡觉，早上7点起床，工作一天都不觉得累，精神头啊更是同龄人中少有的。那再问问他的年龄，您猜有多大了？他80岁了。那他是谁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故事。每周四的上午，80岁的老中医李济仁都会在安徽省芜湖市的这间诊室里出诊。从早上8点开始，找他看病的人就络绎不绝。这么多人，让跟着他抄方的学生都有点受不了了。虽然他那个专家号每天就是限挂20个，但是往往都是不止这个数，基本上都是超过30。今天31个嘛？啊，目前对对对对，到目前为止都是31个，然后每天大概都要到下午1-2点，然后李老中间也是不休息的，中午1点都不休息，他精力都非常好。对，比起我们一般年轻人还好。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抄到12点钟，肚子饿了，吃不消。啊，对，感觉不是。看了这么多病人啊，你们觉不觉得累？不累，我刚才已经，你看我精神不是很好吗？其实，要说李济仁的精力好，这还不算什么呢。听他的女儿说，老爷子还有更厉害的地方呢。我一个周西的时间是，晚上一般都要到12点钟才睡，因为晚上有时候看看电视的，有时候没有时间看电视，看看书，看看报的，总归是早也睡不着，这一般都要到11点多钟再上床，12点才睡。早上呗，那么那个这是7点多钟啊，那就7点钟起床，中午休息一下。所以我在中间一天到晚，我感觉到好像身体没什么疲劳，基本都好的，精力还是比较充沛的。80岁能有这样的好精力，着实不容易。而除此之外，李济仁还有个特点，让大家很羡慕。他鹤发童颜嘛，就感觉就是面色又很好，气色又很好，很白净嘛。看过去之后，完全不像80几岁的一个老人嘛。我们近距离看看李济仁，的确像那位患者所说的那样，李济仁的脸色红润，肤质细腻，对这一点李济仁自己也是非常自豪的。三姑，我这个手你看看怎么样，你看我看皮肤特别好啊，我这个手你看，我这个手已经在这还看不一定不，你看这个手你看，等你半年前的，等你半年前的时候差不多。于是我一出去，人家也问我，哎，他说你爸爸怎么过得那么好？哎，看上去鹤发童颜，你那个皮肤，这个那皮肤也非常好。我们也经常问过他，然后我在想，李老肯定有自己的，这个身体那么棒，难道没有自己保养的秘方吗？其实啊，李济仁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中医。他就是2009年中国政府评选出的30位国医大师之一，中国明朝名医张守仁的第14代传人。张守仁有一个外号叫做张医贴，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上常常是一剂药就能见效。作为他的传人，李济仁在自我保养方面是不是也有类似一贴就灵的独家秘方呢？哎，老人家说了，还真有。我经常看到他呢，喜欢捧着一杯茶，哎呀，到哪儿都捧着。我就问他，你怎么老是一顿饭捧着茶喝呢？那个茶里面的颜色并不是绿的，啊，里面有点红的，有点黄的。我就问他，哎，这个你老呢，他很有趣，他也不跟我说。果然，我们发现
李继仁在出诊的过程中经常会端起杯子喝两口，据说这个习惯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讲是后来的，就是主要是靠这把茶，那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杯茶，李继仁不仅出诊的时候喝，即使在回到家之后，他也要喝，而且喝完之后，他还会把里面的东西捞出来吃掉，吃的还津津有味。我喝掉二三十年了，我现在就继续天天天天的喝，一天不动了，啊，而且我不但的喝，我还把它气下去，嗯，这个气呢，感觉的哈很有味道。他到哪里去带你去？他有时候上班的话，我有时候我也把他背了一个，背了一个茶杯。有时候我要是跟他一起上班的话呢，我就带了这个药，带到门诊去，然后把他跑。他一直在出差的话，他也带了，有个小塑料袋子装了，一小包一小包的装的，一直带着。他可以说这个药茶不离身。看来这杯子里的药茶大有来头。李继仁说，这还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说起。当时五十多岁的他工作量非常大，但就在那个时期他却得上了高血压。我最高的那个最高啊，就最高的时候我也高的189，有时候甚至高到200多都高过。第一二百就会高到120了。虽然当时他一直在用药物控制血压，但是有一个高血压的伴随症状却给他带来很大的困扰。头发就是红的，到我房间前的有时候到我房间都就到腰有腰，好像就到我腰弯过去一样嘛。就是到我一点就一点起住院发作。他当时也吃了一点药，但是呢，我觉得效果也不是太好，因为我看他经常有时候还经常下班以后还感觉到累，有时候还有头昏的现象，经常出现这个现象。那段时间，李继仁的精力和工作效率大受影响。你在看病的时候，就刚才的乌镇大餐这种，有时候就看厨房的时候，都，比方要思维啊，这火药都要差一点。我记得我曾经跟他两个看门诊，一上午看了76号，看得你老娘筋疲力尽啊。一直但是我们很担心，包括我爸自己也很担心，他就我像这样下去，恐怕都活不到70岁。那个时候我们真担心。当时的李继仁为此十分焦急，于是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他开始琢磨自己的保养方法。因为我是个中医啊，主要在中医方面啊，你要拿了想想办法的。我就根据我的身体，医生也谈了一下，根据我的具体情况，所以我的这些喝茶。我问他每天都喝，那每天就说是必喝的。他一早上起来就叫我烧开水，干什么呢？泡药茶。这就是当时李继仁给自己调配的那道茶，里面泡了好几味药材，喝了一段时间之后，效果还真挺好。半个月左右啊，后个把月左右啊，好像就刚找到自己就刚刚确实讲这把茶就起效果了。我都这么搞的，现在好像刚到头一部分的精神也好了。而且到了后来，李继仁不仅出诊不觉得累了，即使又有了更繁忙的工作，他也能应付自如了。包括什么口音鉴定呀，要开会呀，是吧？在我们医院里边，是吧？要搞几千呀，搞什么这些，那是比较加个杂杂的，就一个工作忙，一个政务也比较忙。所以那个时候是比较累的。
到后来我就讲这累的，但是我精神很好，各方面也刚到了还不累。从此以后，在服用降压药的同时，李继仁就一直在喝这杯药茶，头晕的症状大大缓解。一直到现在为止呢，他始终坚持喝这个茶。哎，我就发现呢，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越来越帅，而你老反其道而行之，他这个身体越来越好。《黄帝内经》中说啊，气血失和，百病乃变化而生。中医认为啊，这个气血充盈而调和是人体健康的重要标准。这个气啊，就像使机体正常运转的能量，好比战斗力。而这个血就像是产生战斗力的各种营养储备，那血充足了，五脏六腑啊才能够得到濡养，那气充足了，这些濡养才能够得以完成。气血充足并良性互动，人就会精力旺盛，气色好。而当年李继仁之所以会出现头晕，在中医看来啊，是属于气血亏虚。那首先啊，就是这个血虚导致了李继仁出现疲乏和困倦。当血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血产生的气也会不足，这样就会出现气虚。那气不能够推动血来濡养头脑，因此啊，就会出现头晕。气血被疾病所损耗，当然人的精力啊，就大不如从前了。而现在的李继仁啊，又俨然是气血充盈的状态，这是不是和他喝了30多年的药茶有关系呢？这个泡茶这个药呢，既要它身体有利，有保健作用，而且还针对胃啊，是吧？你胃不好，你不能天天搞点黄连了泡茶，你怎么喝呢？所以我就选了几味药，选了4味药。看来李继仁杯子里的秘密就在这四个小罐子里。那么这四个罐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呢？有两种是我们认识的。西洋参的功用，冬参等人参是基本形式的，但是西洋参的性质呢偏凉一点，枸杞子呢偏温一点，西洋参的偏凉一点，就是这寒温并用啊。是吧？这个灵胃药等西洋参拍起来了，它这个补气补血啊。还有两种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一个是乌黑块状的，一个是微微发黄的，这又是什么呢？黄芪我不是叫为补药之中吗？它主要是补气啊，但是中医讲的这个气与血啊，一个辩证关系啊，是吧？那个气。那是为血之帅，血的有些气之母。黄芪拍过以后啊，那么我就用黄针，那个黄针呢，它主要是既补气又补血，它这黄针叫九针九线呀、那么黄针呢起的就属于在滋补方面啊，就补肝肾的作用的比较好。原来李继仁的杯子里泡的就是这四种中药。看着似乎挺平淡无奇的，这里面的奥秘究竟在哪儿呢？我这把茶的主要是在气血上补，是吧？主要是这个天地气血、天地经络、通经活络。但是人这么一个气血太和就百病不善，他人的生病呢，主要就是气血不和，就关键这个和。所以我这把茶上去呢，不担心。这个头发一方面或者在身体方面啊，是吧？在皮肤方面啊，实际上我都有一点点好处的。李继仁的这个药茶里边啊，一共有4味药，其中啊，这个黄芪有小人参的美誉，被李时珍称之为补药之长，可以补养五脏六腑之气。那这个黄精啊，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补血。《本草纲目》就认为黄精有补诸虚、填精髓的功效。这里的这个精髓啊，指的就是血。据说当年的无暇禅师常年隐居深山，就是以黄精为食。从80岁开始，他就用针刺破手指，耗时38年，写成了81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您想想看。
天天刺血写经，如果要不是黄金补血的作用强的话，可能早就坚持不下来了。黄芪补气，黄金补血，这两味药啊就起到了气血双补的作用。同时啊，因为这个黄芪我们都知道比较热，吃多了呀容易上火，而您看这个西洋参啊它又比较凉，所以啊二者共同起作用，就起到了一个中和的作用。还有啊就是枸杞，这个枸杞啊我们都知道是滋补肝肾的，肝藏血，肾纳气，人的气血亏虚啊大多和这两个脏器有关系，所以啊是需要滋补的。您看看四味中药量少而专，兼顾气血，可能啊就是让李继仁头晕缓解、气色过人的原因所在吧。那么这药量要用多少呢？买这我就是买这一帮这种红旗，那么用这个细到细五克左右，嗯，这个红旗。西洋参呢，就是三到五克，西洋参会少一点，三到五克，嗯，三到五克。枸杞子呢，在六到七克左右，嗯，多一点少一点没有问题的。黄芪呢，细开就有。药搞下去以后啊，就用这个开水，要开水，啊，要水要开，就冲下去，就冲下去。冲下去以后呢，把盖子把它盖起来。把它焖一下，闭一下，闭大概五分钟到十分钟就可以喝了。嗯，我是一天喝到完，喝过如果水没有的呢，又早一点；水没有的又早一点。嗯，基本上一天一半。哼、嗯，到最后那一点呢，就把它基本上我不是讲，就把黄芪啊、枸杞子啊、西洋参啊，全部都把它吃下去。口感好、效果好的药茶，逐渐成了李继仁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内容。从30年前一直喝到了现在，气血充盈，气色也渐渐好起来。放心了，原起来的皮肤比原来真的是好多了，那个还可以说是白里透红，原来皮肤就是没那么好。2010年1月21日，农历12月初7，是李继仁80岁的生日。他所在的单位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祝寿活动。因为我心里说，现在按照我这个身体比以前健康了，还要在现在求几个机会啊，多旅游这个地方，嗯，所以基本上呢，我都跑遍全世界了。嗯，那您现在最想去的是哪儿啊？啊？最新奇的，我现在最新奇的还是美洲。美洲我是到的北美，南美还没去，但是到南美来陆运，我准备争取这个在明年或者今年我一定要去一下。李继仁啊，给自己调配的这道药茶核心的内容啊，就是调和气血。但是在这儿啊，我还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您，因为中医讲究用药因人因地因时的灵活性，所以啊，这道药茶虽然好，但并非人人适宜的。您是否也能喝，请您一定要咨询专家。而且啊，还有一点需要您注意的，就是症患感冒的人啊是不能够喝的。另外呢，就是经常手脚冰凉容易腹泻的病人，最好啊也要少喝。好了，稍后请您继续收看中华医药。在北京东方医院针灸科的诊室里，每天都有很多患者在这里接受中医传统的拔罐疗法。玻璃罐是常见的，但是也有不一样的，
正在接受治疗的吴女士就要体验这种不一样的拔罐。医生用玻璃罐在她的背上拔了几下之后，揭开了旁边的一个电饭锅，只见满锅的热汤里煮着很多黑乎乎的小桶。医生夹出其中的一个，控了一下水，然后直接把它扣在吴女士的后腰上。烫吗？有点烫哈。现在烫吗？烫的，活动活动。嗯。热吗？嗯。这个不烫哈。嗯，真是。嗯。烫了，您告诉我啊。嗯。有什么感觉吗？热乎乎，热的哈，嗯，热气往里透的感觉是吧？同样的黑乎乎的东西，接二连三的扣在了吴女士的腰上，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像是在蒸什么一样。这就是在做治疗吗？它那个有一股热气呀、啊，热乎乎的，就像往里钻的似的那种感觉，嗯，特别舒服。拔罐啊，我们都很熟悉。在我们节目中也曾经出现过很多次，看到的呀主要就是玻璃罐，有的还用竹罐。可是您看刚才那个场面，一种黑乎乎的罐子还在一锅汤里边煮着，然后啊拿出来就那么热气腾腾的扣在了人的腰上，那这是拔的什么罐啊？要说这个呀，还得从那位吴女士的一段特殊经历说起。你看我那个原来没有生病的时候，这照片，你看那会儿穿的裙子，像普通人一样，也是这样的，能够穿裙子出去玩的，跟我们同事。后来一生病以后呢，把这些裙子啊，就给送给人家了。然后我谁穿，我们同事来谁能穿就都拿走就得了，我要它也没用。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就不能穿这裙子了。北京的吴女士正在讲述她几年前的那段经历。那时候的她不仅不能穿裙子，很多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我这人就像一个西风的那个凉气都来找我，她就觉得吧，有什么感觉就觉得那凉气不到别的地方去，都来找我。夏天都是穿秋裤，哎呀，她晚上睡觉得拿那个围巾，脑门子围着呢。睡觉，夏天就盖被了。其实从前的吴女士并不是这样的，只是2006年之前的几个冬天改变了她。就是我在一个单位的时候啊，她有几年供暖不好，所以特别冷，然后就比人家就穿的很多，就从那以后觉得越来越冷，越来越冷。从那以后，吴女士变得越来越怕冷。但是让他自己也觉得奇怪的是，他的冷还特别有特点。下半身尤其是腰这块，腰和腿下边都是凉的，腰的整个是冰凉的，都是凉的。腰上的皮肤冰凉，两条腿外侧的皮肤也是冰凉，尤其是冬天更为难受。为了让自己舒服一点，吴女士可以说是想尽了办法。把原来那这个半截的棉背心我给它拆开，弄一这样，然后我就穿着棉裤吧，以后然后再往上这个护腰，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中间的衣服这个热气都跑了，我所以弄一这个就增加点保暖性吧，弄上这个，这样一弄，你看啊，这个前面是这样，然后后边呢它都得塞在那棉裤里头去，这样。吴女士变得怕冷之后，对很多东西都提不起兴趣，只是对温度异常的关注。像这样的温度计，我们家每个房间都要有，然后我厨房甚至都放了一个。然后就是我一观察一下这温度啊，只要这温度低于18度，我呢就觉得浑身难受。啊，要说安土暖气呢还。实际上这温度也挺高的，我们那儿冬天也能烧到十九度20度这样的，你要正常人没事儿，
他可是老觉得冷。北京的冬天虽然比较冷，但屋里有暖气，吴女士感觉还好些。如果迫不得已要出门，那麻烦可就来了。这个皮背心儿要穿的，这帽子，围脖都得戴好。这个保暖内衣和毛衣，还有这是脚上穿的。这是棉裤，里边穿的棉裤，外边穿的棉裤，这个护腰，这都要穿上的，然后再穿上这个大衣，把这个等于比人多了两层两件衣服的那个大衣，戴上帽子，再戴上这些。我一般的情况下不怎么出门，出门的话得穿上这些，我就累得我都不行了。吴女士那么近乎夸张的怕冷，让他们一家人都觉得非常奇怪。他是不是得了什么奇怪的病啊？这两年呢，这药呢，病没少瞧，药没少吃。你看那个，他这堆药，你看他吃的那堆药，你看，那会儿你看吃的药多了，你看这么多药，你看效果也不再那么多好啊。哎呦，我觉得怎么那么这怎么得的呀？这病啊，我就是。哎，自己也想是怎么回事啊？吃药不管用，检查也查不出问题，可是吴女士怕冷的情况依然在持续变化。就是越来越怕冷，然后身上就像冰一样，到三伏天的时候人都出汗啊，偶尔我也出汗，但我摸的身上都像冰一样，你摸到我前心后心的哪儿的地方全都冰凉冰凉的。有时候我自己摸摸我的鼻子，这鼻子尖都是凉的。吴女士感觉越来越怕冷，到了2008年的冬天，她就几乎不敢离开厚厚的棉被，整天都捂在床上，而且还添了新的问题。一点力气都没有，我说话都累得慌，我整天躺在床上，然后还得就开着这电暖气什么的，都点力气都没有。越来越怕冷，体力也越来越差，躺在床上的日子，时间仿佛被冻结了，每一天都特别的漫长。吴女士担心自己再也找不回那种不冷的日子。我不瞒你说，当时我那种情况，我自己把我的后事都想了，真是的。我把我因为我爱人吧，我觉得他男同志心也不那什么，我把他的我给他的衣服好买了好几件衣服，他不搁哪儿，我都给他那个冬天的夏天的我都给他分开搁着了。我还有一个80岁的老妈，我都给他买几件衣服给他搁在那儿，我想别人替不了我，我都想到了，反正就想到那个自己那什么的时候吧。这冷的感觉呀，我们每个人都体会过，怕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也见过不少，可是像吴女士怕冷怕到这个程度的呀，还真的是不多见。关键是她不仅仅怕冷，这体力还越来越差。那说是有问题吧，做了检查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吃了很多的药也没有见到效果，到最后啊都绝望了。您说这个吴女士她到底是怎么了呢？从中医来讲，她应该是属于一个或者是阳虚，或者是寒实，就是说寒气，我们说感受寒气了，这种寒气凝聚在这个体内，把这个经络闭阻了，这个气血阳气包括阳气也就不能运行。那么对这样的病人，我们可以用这种温肾助阳的方法。2010年的3月，四处求治的吴女士找到了胡慧。胡医生不管给她指出了问题，还推荐给她这种特别的疗法。那个热气吧，哈，往里渗透的那种感觉，
哎，我觉得特别舒服，一下就像那个冰化了冻一样的那种感觉。热气腾腾的小桶靠在背上，当然会有种很舒服的感觉，但是对于长期被寒冷包裹的吴女士来说，这样就能解决她怕冷的问题吗？试试得了，我就怕，就是好像就是那个死马当活马医了那种感觉。尽管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但吴女士还是很留意这特殊拔罐的效果，特别是第一次做完治疗之后，还特意观察了自己背上的罐印。这回家照镜子，那个我那个印儿都是像那茄子皮，比茄子皮稍微浅点的颜色。那么这样的病人，我们一般也就是认为他这种寒气比较重。从那以后，吴女士坚持每天都去做治疗，每次都是先用玻璃罐做一下闪罐，然后再用这种黑乎乎的小桶在她的腰部左右两边各扣上两个。烫了您告诉我啊。嗯，有什么感觉吗？热乎乎热的哈。嗯，热气往里透的感觉是吧。我们选的位置呢，分别是这个脾腧和肾腧，这是一个罐。那么下面呢，气海腧和关元腧在一个地方用了一个罐，这侧是对应是一样的。去掉四个小桶之后，胡医生接着又在吴女士的后腰中间扣上了两个小桶。我们现在给他放的是命门和鸳鸯关，这几个穴分别是督脉，走在人后背正中的这个督脉和两侧的膀胱经的腧穴。那么这两条经呢，和人的这种阳气的运行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用这样的经脉的腧穴来通调阳气，来疏通他的这个经络。吴女士不明白胡医生这样的设计，她只是将信将疑地接受着这样的治疗。第一次做完以后吧，它能够热一段时间，第二次做的时候就有点又凉了，然后再慢慢就是循序渐进的，以后就是等到第二次做的时候呢，它就不凉，就是热。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时候他就不蒙那个头了，不蒙那个背巾什么的了，盖被子时候，他也感觉说有时候盖得太厚，也觉得累了、沉了。说是那什么，也不是那么冷了。说这被子是去了一床薄被子嘛。为什么在腰上扣上些黑乎乎的、用热汤煮过的罐子，几次下来，吴女士就没那么怕冷了呢？中医说啊，阳虚生外寒。阳啊，指的就是阳气，是体内抵御病邪、维持正常生理功能的力量，源自先天继承和后天营养，具有温暖肢体和脏腑的功能。根据中医的理论啊，这个阳气也是在体内循行的。吴女士啊，是先天体弱，又曾经有几年工作在寒冷的环境当中，寒邪入侵了体内，使体内的经络闭阻了，气血循行不畅，阳气得不到生发，自然就无法温暖肌肉四肢，它会感到异常的怕冷。而腰这个位置啊，是非常关键的。中医认为腰为肾之府，而肾为一身之阳，这个腰附近的经络穴位啊，是阳气循行的枢纽和阀门，因为这个位置啊是与肾相关的，而肾的能量是全身阳气的主要内容。如果寒邪让腰周围的经络闭阻了，阳气循行的枢纽就关闭了，就会出现像吴女士那样腰和下肢啊特别特别的怕冷。而胡医生选择的穴位啊都是在腰的附近，有一些光听名字您就知道它有多么重要了。比如说哈，这个穴位命门，您听听，生命之门。古人认为啊，人身阳气的根本、生命活动的动力和这个穴位是密切相关的。还有一个穴位叫做腰阳关，
这是阳气通行的关口，在这些部位拔罐吸出寒气，让阳气的循行正常了，那怕冷的这个状态啊，自然就能够得到改观了。可问题是要通过拔罐驱除寒邪，那用玻璃罐不也一样吗？为什么一定要用那些黑乎乎的，而且还要在热汤里煮过的罐子呢？您还记得电饭锅里煮的那些小黑桶的水吗？如果您在治疗室里，一定能感觉出来，那不是一锅普通的水，而是有着浓浓的中药味儿。我们是肯定要有一些温阳、辛温助阳的这些药，比如说生草乌，比如说细辛，这类药都是大温大热的，它的这种温阳的作用非常强。我们还要再加上一些散寒通络的，要通过这些药物的那个疏通，能够把那个温阳的这些药物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比如说像那个威灵仙，像那个香荚皮这类药，它的通络的作用非常好。那么还有呢，我们还要加一些调理气血、养血柔经的药，比如说当归啦、川芎啦，那么这样呢，这个药方的组成就比较完整了。把生草乌、细辛、威灵仙、香荚皮、苏木、当归、川芎、鸡血藤等等这些具有特殊功效的中药放进大布包里，在锅里加水煮上20分钟，就熬成了这浓浓的药汤。其实这就是不能用玻璃罐的秘密所在。现在我们看到锅里煮的呢是这种黑漆漆的这么一个桶，那么这个桶实际上呢，在它还没有被使用之前，在新的时候它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竹罐。这些小黑桶原来就是一段段的小竹节，那种特殊治疗依赖的就是竹子的特殊性。它是一个植物，所以它有一定的吸附性。我们看现在在锅里煮的这个，因为已经经过长时间静煮之后，它的颜色已经都发生变化，那么实际上这种药汁药液都是已经被它吸附在它的这个壁桶上面，但是用玻璃罐它就没有这种吸附性。竹罐在中药汤里煮10分钟之后，热热的药汁被充分的吸收，这样还能发挥它不一样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罐口在不断的冒这个热的蒸汽，那么这个实际是药罐治疗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说这个蒸汽里面它也含有药的成分，就像我们做那种那个药的蒸运那种作用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它和玻璃罐是不一样，玻璃罐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蒸汽。热腾腾的竹罐扣在穴位上，罐里的热气一点点渗透到吴女士腰部的皮肤里。它呀，就是跟那玻璃罐不太一样，玻璃罐是那个紧，特别紧缩的哈，它那个有一股热气呀。热乎乎的，就像往里钻的似的那种感觉，特别舒服。把竹罐在药汁中煮过，然后再拔在身体不同部位的方法，其实啊，就是中国古老的药罐疗法，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的药啊，是针对不同的病症，可以有不同配伍的。吴女士受寒邪侵袭，经络闭阻，肢体怕冷，所以啊，就用了具有温阳、散寒、通络、活血作用的中药。药汤煮好了之后，再把特制的竹罐放进去煮。在煮的过程当中啊，中药的药液和蒸汽整个都充注到了竹罐里面，然后借助于药液的热力排出罐内的空气，造成负压，它就可以直接吸附在皮肤上了。由于玻璃罐吸附力更大，也就是说嘬得更紧，所以啊，在用药罐之前需要用玻璃罐来做一下闪罐，刺激一下皮肤，让毛孔啊都打开，然后再扣上药罐。
药罐啊，虽然吸附力会弱一些，但是里面的这个药物蒸汽啊，会一点一点的往穴位里渗透，加强了温阳散寒、通络活血的作用。哎，听起来啊，挺有特色的。可是吴女士已经被冷的感觉折磨了4年之久，这样的治疗能不能彻底解决她的问题呢？2010年3月。在经过2个星期的治疗之后，一次不经意的动作让吴女士欣喜不已。有一次我又拿手摸我自个儿那腰，哎呦，我觉得我这腰这是热乎的，不像原来一摸冰凉冰凉的了。最怕冷的腰居然感觉热了，这让吴女士非常高兴。为了巩固疗效，现在吴女士依然隔三差五的到医院做一下药罐治疗。药罐停留5分钟之后就该起罐了。你看现在这个罐印已经比开始的时候要淡了很多，已经没有特别明显的那种黑紫的那种情况。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反应会特别灵敏，然后现在这个病人的皮肤摸上去呢，包括这个周围的这些皮肤也不是那种像冰冷的那种寒气从内往外透的那种感觉。嗯，应该说这个病人的症状还是改善了很多。行，好，可以起来了。好，我现在好多了。原来呀，这个季节我就穿的好多的衣服，现在呀就等于是穿的少了。现在你看我穿个衬衫穿个毛背心就行了，原来我要穿3保暖的，我还也要穿个羊毛衫，下边原来都得厚袜了，现在穿着丝袜了，也暖和了好多了。我现在几个不起眼的竹罐，2个星期的治疗，吴女士奇迹般告别了寒冷，重新找回了属于她的幸福生活。以前这好几年了，这厨房就是她干不了，都是我一人的，知道吧？这呢现在呢好多了，她也能搭把手了。我这呢也反正主要还是心情，他活干的少点不说，他心情也好点了，是吧？以前要不说他病歪，你这干活他心里他也不痛快，是吧？这呢都是哎能帮拉手呢，心情也好了，是吧？反正我这一病啊，这好几年啊，给我先生累苦了。我这好点了，我赶紧多干点，省得老累他一个人，我得体谅体谅他呀。其实啊，药罐疗法只是中国罐疗大家族当中的一员。这种自然绿色带着竹香和药味的古老方法是越来越成为大家保健方面的常见手段了。好了，观众朋友，这期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别忘了中华医药牵挂您的健康，下周见。